加坡1965年独立至今，经历了不少的挑战，才能成为如今的现代都市。2019年，我们充满朝气的活着。表演环节正式的开始，首先本地知名 DJ DJ Tink 带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表演者载歌载舞，象征着新加坡人丰富、充满机遇和希望的生活。来自新加坡每个角落的表演者也一同和我们欢庆新加坡的生日。刚才拉队到了地铁站，待会儿呢还可以看到超市和祖屋区的朋友加入庆祝会。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no trouble. I'm all about that bass, about that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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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s.活力充沛的动感都市，不止年轻人享受其中，我们的乐龄人士也跟得上潮流，好样的。表演一开始就好热闹，在我们建国先辈打下的
艰苦基础下呢，我们努力的工作，尽情的玩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或者应该说，那曾经是我们的生活。